風水咧，對於華人喺農曆新年嘅意義咧，遠遠係唔止玄學裏邊吹吉避凶咁簡單嘅。那到底有什麼開運的方式，或者是妙招，可以幫助我們提升運勢，讓大家在2023年行大運呢？幫你行好運，只要有信心，就能 as you wish。12月17日起，每逢星期六晚上9:30，八度空間好運播出。